我们讲过我没有带衣服吗？这没什么好讲的啊。那个可能有很多人看过上波子不止一次了，就是豆瓣都没有我。没错。啊，那边有我的替身使者。对他搞不好上波子跟记得比我还清楚。对，然后我叫海狗，其实我住在中立大概有六年六七年。大学当兵，当兵后就住在中立，然后到前年才搬到台北，但是跟上波子认识很久，但是到台北之后才一起合作，对，若隐若现的合作，隐藏角色，多半一半辈子都是用放的，不然找代偿。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，然后遇到很多认识的朋友。